六已经死了，可我还是时常会想起。终于明白指引变成了回忆，没有言语能够说明，当别人问起联系的时光已写下句点，也无法再继续。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，把往日笑与泪告去，忽然心疼的无法再压抑，只因从未忘记。珍惜。